感谢关注。据赫苏斯坦统计部门数据显示，2020年1至8月，全国赫苏斯坦房屋交易量为17万笔，较2019年同期下降了13.7%。数据显示，8月份赫苏斯坦全国买卖交易量为3万笔，较上个月环比上涨了13.1%。其中，阿拉木图式为4000多笔，诺尔苏丹式为3600多笔，卡拉干达为3200笔，阿拉木图为2200笔，东哈斯坦州为2100笔。可见，赫苏斯坦的房屋交易量在1到7月份新冠疫情时期受到了抑制，而8月份赫苏斯坦的新房屋交易量开始增长，而且增长的速度还比较快，达到了13%。